是我的风格就对了，我没办法买啦。他们三个要帮你选，他们在香港认识。我就喜欢图物，你该不要买这一件吧？等一下，落选的人要自己穿。嗯，不行。你是要认真买还是？我想要整他的。要拽便宜啦！爱入帐篷色情，我要拍高档。你不要扮像妖怪，要免手，严肃出家。三二一。今天其实是要去旺角跟铜锣湾看看香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买。昨天睡得怎么样嘞？还不错。我是可以让大家看看你的购物眼光是不是很松？也是你的东西。不像。你的拍照技术到现在怎样啊？逐渐进步。那你自己的讲话能力呢？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拍，原本还没有在状况内。什么？原本是没在状况内的。你看我香港如何购物吗？敬请期待。不用加敬请期待，这句话会剪掉。讲得很好哟，这个像虫一样，那个爬下去就很重要。网友不给机会怎么办？还是给个机会吧。好啊，给你个机会。今天购物的时候记得哦，我买什么要拍，我在购物的时候要拍，好好，然后还有拍漂亮的东西。从今天开始练。他原本是剪片，那剪片很厉害。你要穿什么鞋子？你帮他挑一双。这个不行，这样的鞋我就不喜欢，后面看起来是不 OK。还是有一色大珠珠的。没有珠珠。我觉得你今天完妆之后，在香港被认出来的几率会变高。一起逛起来吧，我们一起去搭地铁咯，走吧。旺角包是怎么样的街？我说很像台湾的西门町那种感觉。我是一个认知很广的人，在难买的地方我都可以挑到我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。我发现大家很狂瞄它，好漂亮啊！你来香港玩？台湾人啦，还是你是香港人？我是台北。地铁就遇到很多粉丝，对，回头率增高。抵达旺角。后面的人在偷看哦，他是我们的粉丝美法，他陪我们来逛街。It's a good shopping place. Yeah. Can buy you something beautiful.Yes, and also cheap. Oh, really? Okay. 他很好耶，他带我们出来，不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重心。对。这是旺角中心哦，再看看香港的感觉。我觉得很像台湾的那个万年。西门町那个。对对对，有像万年大楼。Hello. 可以跟你拍张照。可以啊。我也喜欢，还有夜光哎，那我买这个。没想到来竟然是买这个，今天感觉我会有点难买。铜锣湾很可爱 ，fancy clothes。Okay, we can do in here 旺角 ，and then we can do something fancy clothing 铜锣湾。在这边已经不抱有期望了。去吃一间下午茶，吃完了之后再去逛比较贵的铜锣湾。比较年轻一点，年轻一点，走去铜锣湾会比较 more business， yeah more happy， 反正还是吃饭就好了。我发现香港东西不符合我的口味，应该是毁了。我应该整天都买不到东西了。我觉得他们这些比较偏韩系的，可爱一点，不是我的风格就对了，我没办法买了。他们三个要帮你选，他们在香港有认识。
我就喜欢突兀。这里猫怎样？我要让你融入这里。可是我到哪都可以很融入，我本来就是陕西裔，在这吗？陕西裔，太色了。你觉得谁的品味最喜欢？我帮你们的品味都一样低啊。裤子，他上面看起来很专业，然后一下就想说他在干嘛。那你们现在带我去哪里？我跟你们走，带你去 local 一点的地方。我应该适合 local 东西对吧？你要融入香港。好，那走走走走，很认真哦。比哦，那胜出的人给个1000块台币啊，你自己穿起来。我哥，我好喜欢你，好美。这边的衣服都特别的哦。你们觉得哪一个还是鸡啊？你不是每次都说你是鸡吗？你看过这么这么勤劳的鸡？真的不行。可以告诉你是哪个？好，那反穿男的好了，两个，20块2件，羞羞啊，好羞啊，好羞啊！我想要买那只鸡给他。好，两个，要穿女生的啦，对对，羞羞啦，拽便宜啦，要拽便宜啦，便宜羞羞啊！59一个，100块钱2个，100块钱2个，拽便宜啦，60，50，可以。80万 ，OK。哇，好厉害，100好厉害呀！就好像红星13妹，卧仔风，觉得那个不错。哎，你那个很趴哎。这里还蛮多风格的。可能来对地方了。哎，他没有穿过这种，我觉得他可以抢镜。对啊，就是那种港姐。弟弟在干嘛？你自己拿了啦。哇塞，这棒哎！哎，这个你也可以穿哎。不要。我刚找到这红色裙子。你怎么样？很有质感。他一定可以撑起来的，我相信。可以。你该不要买这一件吧？等一下，落选的人要自己穿。嗯，不行。你是要认真买还是？我想要整他的，可惜那套金色的不给我买啊。这个就可以。一整套。对，就不用再选里面的衣服。找到啥？跟独角仙搭配。我觉得你要赢了。有没有三十？我挑好我的3套，我的250。你还帮他买？对啊，是珍珠项链的，250。我分开花的钱，这是分开两件的，680。他说你500块，500块，这样总共1000，对不对？你买的最贵，你最好第一名啊。如果没选我的话，就你就穿我的独角兽装。久等了，我刚刚看片，那边有旗袍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有挑符合香港味的吗？应该有。那 Because everything have a story, just for picture.屁股帮我拍出来。好，这个换屁股。你不要拍出这样很色情，我要拍高档的。你不要扮像妖怪，要年兽，严肃出家。3、2、1。那你们觉得这件衣服好看吗？穿在你身上都好看。可以。夜上海。去打八达通，中国小姐坐地铁要去红楼湾。是他们的地铁上班时间，人很多。下班时间很多人。坐地铁其实算干净，门看3次你也不拍。没料到，真的是没料到。没料到，所以你要一直。我问一下，他为什么一直拍那个？就拍。搞不好扎死人。有时候他这种情况他拍的话，你会怪他为什么要拍这种？不会，没那么无聊。飞宝刚跟我们说要我们坐车，说不要，我们就想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好累啊，都不想玩了。我跟慧姐都觉得旗袍比你刚刚那件的回头率还要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他选了你那一套，他等下走出来会是一个13妹。啊，我刚说完了。哦。再等我了，好看吗？也很看。你给这一套几分？还蛮好，这裤子有点大。哦，这个挡得也太低了吧！这应该是男生的裤子，这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6000块台币耶！你想想吗？对，好漂亮，小心。我有插电在你旁边吗？真是的，我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强强是禁毒大师。好吧，那我这包包。天哪，终于开始了！现在已经7点半了，不然一整天买了第一个包包。
啊，想强。你大什么都可以了，碰到很清醒的本啦。又开壶了。哇靠！我要走了。搞了半天之后还达不到，不满。那再给你打个 special offer。你现在直接买三双送我这个。耶！他们在想办法，好开心哦。再帮你。他对我好好哇，他是我的朋友。大家要找他买鞋，他对我们都太好了。耶！这个袜子送给你。好开心哦！谢谢你。第一站就买了6000港币，你看一眼，看就好，不会买。啊，不好看吗？这一双跟你那个银色厚底很像。还是我也有。这个也很像的。好吧，好吧，那算了。这个就没有。哎呀！脏了，吓死了！走。所以现在新主题是穿着奇装异服逛街。对，不要再穿这件外套了啦！太丑了。上楼上是吧？先别冲动。这是童装，这我不能穿吗？这很好看耶，这我喜欢。我觉得小孩的屁屁跟你的屁屁，我穿起来才会很性感。I told them already, Zoho is not your style. I test her already. She's going to buy a cheap one. Okay, the cheap one is off. 完全不是，这才是我的地方。不止啊，你的花在钱上都花很贵吧？我会疯的。天哪，我们还是忘脚被坑钱。It's okay, you still have a 旗袍。对，旗袍是 OK 的。旗袍是这边最便宜的。不会，很好看。我是新的衣服啊，太丑的耶。啊，他懂你要露。你怎么厉害哦？哇，太厉害！今天排名应该有第一名哦。他先直接飙升上去了吗？大丑，穿那个裤子走到外面都觉得人家一眼眼光看我，你知道吗？走那电扶梯上去的时候，不是下面看我那个裤子，那么大，裤裆那么下面，下面太大包了，所以这件略胜一筹。可以吗？粉丝喜欢这套吗？果然旺角去错了，但是呢，地狱还有这个天堂，终于来到天堂了。干嘛用的？还没完。下一个推荐，这个回东西，回东西，这样就掉了，有没有掉？哦，很像那种画家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他有救吗？我觉得我快没救了。他好厉害，他真的很懂。Hi-Fi Art， 什么意思？你要泥墨？可以。你们想把我弄丑？其实我还蛮疯子的。中台姐有点失常啊。失忆的画家。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弄成那么惨？我不想要这一件，这件很烂，把这件丢掉好了。这里有字，哈哈哈哈哈，像是班级。你把这衣服烧了。Much better, you see？ 好，就这样吧。三件其实差不多等级，最差的哦。那你帮我穿那件呢？指挥交通变我。哎，自己戴这个帽子哦。只是你，这帽子像蠢蛋。路边扫地也都穿这样。大家觉得帮忙抓雨衣好了，这件可以扔掉了。我们要吗？外面会冷。这件皮草蛮好看的，很适合你戴。那你先戴。我不要了，还是很诚实的戴。木城刚说很喜欢，那你就能戴。疯子哎，要疯大家一起疯啊！哎，木城这边自我欣赏，很新潮哎。其实我算衣架子，就怎么都不会把我弄丑。对。报伟安吗？帮老人挡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不对，他很多都关闭耶。风球营八号，所以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。就又班车了。瞎哎！应该是今天晚上台风，然后明天早上应该就不开。然后来那双鞋就这样没开。